再录一下。等一下嘛。哇，好可怕！为什么？笑个笑个。嗯。你怎么半边脸呢？涂眼了，跟个郑秀文似的。来来，真的。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来，爸爸帮我，爸爸帮我。累了。现在正在拍呀、啊？对啊，现在拍。嗯。这叫什么话说的吗？嗯。祝琳娜阿姨，哇，大姐姐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曾经做过琳娜的家长。对啊，她刚好去那毕业典礼，真好。真的吗？她是以什么以你母亲还是以什么？阿姨。你像我母亲阿姨。是冒充还是学校知道你们是冒充的？没有了，是就是邀请卡就去嘛。他说是阿姨，也可以说是妹妹啊，也可以做姐姐啊。嗯，大家做一个酷的表情。真真，怎么不做集体表情啦、啊？总是有一个是不会的了。行了吧，行了吧，可以了吧？嗯。我来。三个人蛋糕都没吃完。看看。深情的胸怀，只要镜头不上，好好好，就不照了。